大家好，欢迎收睇谈鬼说鬼话鬼。前几日咧，同朋友出去食晏饭，咁佢讲起咧，佢有个朋友咧喺屋企自己学坐禅打坐，咁打到一半嘅时候咧，佢见到自己慢慢飘咗上去屋顶，然后咧向往下边睇，见到自己喺度坐喺度打坐。唔知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咧，或者你嘅朋友之中有咁嘅经验咧？因为咧，我听过灵魂出窍咧打紧坐嘅时候咧，都有成差唔多四五次噶啦。咁唔知系咩原因同埋点解咧？可唔可以预防咧？咁我覺得咧，大家咧應該請教下啲法師同埋師傅，即係點解咧？萬一你靈魂出竅出咗之後，翻唔翻落去，翻唔到落去嘅身體嗰度，咁點辦啊？到時，所以咧都係唔清楚好啲嘅。咁有一部分嘅人咧，覺得自己咧打坐打到可以靈魂出竅咧，就覺得好犀利，覺得自己功力深厚，得到道添。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唔係，我話佢係走火入魔嚟嘅。咁樣咧，所以大家咧就小心啲，同埋咧唔好自己亂咁學坐禅或者打坐，一定要跟有道行嘅師傅或者法師或者主持。如果唔係咧，都幾危險下噶。咁我聽人哋講話咧，如果萬一你靈魂出竅翻唔到去嘅話咧，喺度喺度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喎，咁我唔知得唔得噶，係聽翻嚟啫，所以千祈唔好聽我講啊，最好都係請教師傅。不過咧，我聽過有啲人打打合咗咧，唔係靈魂出竅啊，係俾鬼上身啊。通常咧，佢哋話咧，如果人打緊坐嘅時候咧，突然之間咧，喺度大震大叫，左搖右擺，左搖右擺，左搖右擺，震嚟震去咧，就係鬼上身啦。咁咧，佢哋話一般普通嘅鬼上身咧，係好快就離開你身體噶啦。咁通常咧，嗰啲鬼唔想你身體咧，就係想或者揾你幫佢做啲事情啊，或者想你同佢傳啲消息俾佢啲朋友親人或者點樣樣。通常一般咧就發生喺你嗰個精神身體健康前面唔係咁好嘅情況之下，同埋或者你神遊太虛，精神集中散漫，好攰即係有時。打坐，如果你唔識打嘅話，你打到半夢半醒，迷迷惡惡，精神恍惚，咁所以佢哋話成日好多時期咧，見到好多人喺打雙手咧，有鬼上身，咁就會跳來跳去，左搖右擺喺度講嘢咯。不過咧，有啲鬼上身咧，就係因為你從佢前世有個過節，或者唔知有啲咩嘅冤親債主嚟揾你，咁樣咧如果係成日都嚟不斷嘅需要你咧，咁你一定要揾法師幫你處理。咁通常佢哋話啲法師咧就會開壇啊，同嗰個鬼魂啊、女鬼或者男鬼講，問佢你叫咩名啊？你喺邊度嚟㗎？做咩事要上去身啊？喺咩地方得罪你啊？咁如果講明白咗之後啦，咁咧就同佢講條件咯。或者你唔好搞佢啦我答應燒啲元寶蠟燭啊、金銀紙紙啊，或者幫你打場大法事啊，咁你可以超生啊。咁一般嚟講咧，佢哋話咧，通常嗰啲鬼人都會接受嘅。咁但係有啲個案咧，就係佢唔肯接受，死都唔肯。咁樣咧，嗰陣時候咧，嗰啲法師咧就要做啲比較辣手重手啲嘅方法咯，咁譬如話收咗佢啊，咁樣或者滅咗佢啊，咁咧呢啲咧就一定要揾真係得到有料到嘅法師啦，千祈唔好揾嗰啲無無謂謂呃人呃食混吉嗰啲啊。有時大家以前細個睇啲粵語長片都見到阿高老泉啊、莊吉啊、檸檬啊，半夜安喺度扮嗰啲叫。中道嚟法師嚟捉鬼，點解知女鬼一出嚟嚇到佢哋，拎拎攞攞全部抌曬走人啊！
所以呢大家呢千祈一定要小心搵嗰啲法师。不过咁喎，在外国呢曾经有一单好出名嘅 case 呢，好似几十年前呢，嗰、那个女仔怀疑自己系鬼上身，后面经过精神师成队嘅人帮佢研究，就发觉原来佢唔系鬼上身啊，原来佢系犯咗严重嘅精神分裂症，佢当咗自己一共有七个唔同嘅人，所以一阵间就变咗女仔，一阵间变咗男人，一阵间变咗个老女人，一阵间变咗个老男人，一阵间变咗细路仔，一阵间变咗个恶人，一阵间变咗个好可怜嘅人，总之咧成日会变。咁咧，原来佢系精神分裂症。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如果你见到一啲朋友啊、亲戚有咁嘅情况出现咧，第一时间一定要揾医生问清问楚，睇清楚系咪有精神分裂。咁咧喺 at the same time 嘅同一时间啦，咁你可以不妨揾啲好嘅法师，顺便睇下佢系唔系有啲唔干净嘅嘢，或者一个鬼上身。No harm 系咪？冇问题嘅，如果佢唔收得贵，如果求咗心安理得身。不过咧，我自己咧有两次机会咧，去过两笪唔同地方嘅荒废咗嘅精神病院，神经病院啦，我哋叫，哇，好恐怖噶，好阴森阴森啊！尤其是荒废嗰啲啊，哇，我见到嗰啲楼梯上去每一层楼咧。嗰啲牆壁啊，哇！寫到好多字，有啲用嗰啲紅色嘅，唔知係咪血嚟嘅，寫住話我殺咗我媽咪啊！咁有啲又寫住話你死緊啦，我要嚟殺你啊！哎呀，好恐怖，好恐怖啊！好多嘢咧，講到嗰啲嘢咧，好鬼怪雞嘅。咁所以有啲人話咧，有時精神病院入邊咧，有啲人真係精神病，但有啲咧。少部分咧，佢就話係因為啲鬼上身、鬼纏身，所以咧就係俾人捉咗醫院，唔知道，以為佢係發神經，其實佢係啲鬼上身。咁呢啲嘢就無從考究。咁俾鬼上身咧都係好恐怖，但最慘最驚就係俾鬼揾替身啊！咁你而家同大家講一個真實嘅個案咧，就係咧喺台灣雲林縣。咁咧有一個姓楊嘅小朋友，佢喺公園嗰度浸死咗。咁喺台灣咧，好多佢哋公園咧好靚好大嘅，咁入邊咧都有做好多啲人工嘅湖啊，或者咧喺啲以啲填海落過嘅湖咁樣嘅，好靚好靚嘅。咁咧出事嘅地方咧，呢個男童咧。就喺嗰個公園入面嘅人工湖度浸死咗。當大家發覺嗰個男童出咗事，咁大家即刻去揾，睇住沉咗落去就唔見咗嘅。哇！好多人即刻落去揾啊，周處揾，但揾極都揾唔到喎。咁咧，大約經過一個小時之後，終於先揾到佢。原來佢喺條屍困住咗喺。那個另外一邊嗰啲角落嗰度啊，陰公揾翻嚟都全部冇得救啦，都 too late 啦，太遲太遲啦！呢件事係好邪好奇怪嘅，點解咧？因為呢一個公園嘅湖咧，曾經發生過又係命案浸死人嘅，所以咧佢哋咧加咗啲欄杆喺度嘅，同埋咧有條欄杆門。棘住咗、鎖住咗嘅，咁你個機會會行落去或者唔小心跌咗落嗰個湖度係好少、好少、好少嘅。但係唔知點解嗰日啱啱好嗰個男仔竟然之間俾佢可以開咗個鐵閘，自己走落喺嗰度浸死咗。咁當然啦，出咗命案之後，哇！嗰啲人個個喺度圍觀，咁啊你一嘴我一嘴。好多意見紛紛，咁有啲人就話：，哎呀，佢係俾鬼捉咗喺度替身㗎。咁但係最奇怪的一件事係咩？最邪咧，就係除咗喺呢度
曾經出過命案，同埋整咗欄杆之後，呢、這個男童屋企嘅祖母，全家人都同佢千祝福萬祝福，叫佢千祈唔好去呢個公園嘅湖邊嗰度玩啊！記住唔好落水啊！好危險，好危險。但佢始終都避唔到呢個劫。頭先佢同大家講話，呢、這個池曾經震死到人，咁嗰班啲鄰居個個都話係咁提心。你估浸死嗰個人係邊個呢？原來就係呢一個小朋友同父異母嘅家姐，喺百年前佢家姐就喺度浸死咗啦。所以佢哋話係揾替身啊！咁通常佢哋都話有冇搞錯啊？呢、這個細路仔屋企人同佢講過好多次唔俾佢落去噶啦，同埋叫佢小心，又有圍欄攔住曬個鎖。唉，但是有時命運的嘢好難講的，炎黃注定你三更死，冇人可以留你五更天嘅。呢、這個男仔真係好唔好彩嘅，嗰日就喺嗰度玩下手，嗰隻浸死咗嘅女鬼，用一個念力將嗰條鎖還開咗閘，跟住。就叫個男仔行落去嗰水度玩。通常佢哋話咧，俾鬼揾替身嘅時候咧，你嘅神智會好模糊噶。咁你望個出面係好靚、好開心嘅，咁係連個女仔喺個湖嗰度同嗰個朋友仔講：小弟弟落嚟啦，呢度好好玩啊，好多魚啊，又有啲。好細隻鴨仔，好得意，好得意，快啲一齊落嚟玩捉魚同埋睇鴨仔啦！咁佢就會迷迷糊糊咁樣落咗去，一落去一陣即刻捉咗嚟，真係快到 ，it's too late， 太遲啦已經。就好似咁，譬如吊頸鬼去揾替身嘅時候，如果萬一唔好彩俾佢睇中咗嘅話，他就會叫你，嚟啦，快啲上嚟睇下，你伸個頭入去望下，前面好靚啊！咁你慢慢慢慢望，哇！見到眼前嘅景物，哇！好靚嘅地方，好似世外桃源，有你最中意嘅人喎喺嗰度喎，叫你一齊落嚟玩喎，又有你中意啲狗仔啊、動物啊，好靚好中意食嘅食物喎，咁嗰個吊頸仔嘅女區就喺嗰度叫你，啊嚟啦嚟啦！快啲過嚟，伸個頭過嚟啦，睇下好靚啊！咁通常嗰啲俾你睇中咗，已經係氣數唔盡嘅人，咁咪伸個頭去睇咯，覺得啊好靚喎！咚，伸個頭碰，即刻兩腳一伸，拜拜，就俾人揾咗起身嚟咗。唉，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小心小心啊！頭先同你講嗰啲嘢咧，唔係作出嚟嘅。是有些曾經去吊頸或者走落去河上面不小心出了意外差啲死，但救咗翻上嚟嘅人去講翻出嚟，佢點解會咁懵？明知嗰條繩會上個頭去吊頸，同埋明知個河仲會走落去嗰度，咁佢哋話嗰時佢唔知就係咁嘅景象出咗嚟咯。呢啲係我哋香港人所謂嘅。俾鬼氹啊！我不嬲都有同大家講開啦，三種鬼最猛嘅，佢一定要揾替身。第一種就係水鬼，第二種就係吊頸鬼，第三種就係跳樓死嘅鬼。通常一般跳樓死嘅女鬼或者係男鬼，佢揾替身嘅時候一樣都係氹你。咁有陣時你會無端端喺屋企打開條大門，神志迷糊咁樣，慢慢慢慢咁行出去床樓，走咗上太平間梯，慢慢慢慢行咗去天台，慢慢即係咁樣，周成就話俾鬼迷，俾鬼叫，咁嗰
当你到天台的时候，你听到啲声音同你讲：你快啲去前面睇下，你最中意嘅爱人翻咗嚟啊！佢发咗达啦，攞咗好多钱，而家要嚟娶你啊！我哋听到好开心，即刻去望，向前一踏，嘣，行差踏错，一失足成千古恨，就咁样俾人喺度替身。咁通常一般嚟讲，俾鬼魂替身而死亡嘅人咧，佢哋话，通常你哋前世你争佢，或者你害过佢，所以今世佢嚟报仇嘅。咁但系有啲例子就系，啱啱你当刻好唔好彩，时运低，就俾佢跟住，咁就死咗啦。尤其是而家鬼门关就到啦，大家要小心、小心、小心。大家千祈记住。平时千祈唔好唉声叹气，抱怨多多，又话自己穷，搵唔到钱，冇人爱，功课成绩又差，又上唔到楼，又搵唔到一份好嘅工，威水嘅工，唉，成日喺度呻，成日喺度抱怨，成日喺度唉声叹气，怨天悲地，愁眉苦面。其实你咁做法，在度放出一啲非分之唔好嘅负能量，而呢啲负能量，嗰啲鬼，特别系冤鬼，最中意嘅。佢哋听到呢啲咁嘅负能量，感觉到呢啲负能量，佢就会嚟揾你啦。因为系你放出呢啲信号俾佢，佢嚟回复翻你，所以出咗事你唔可以怨佢啊，系你自己 pass 到嘅。所以大家永远都要保持一个正能量，遇到任何的事情都不用怕，永远要自己加油加油加油，得闲出去晒下步晒下太阳，一定是不是叫你十二点正午的时候出去晒太阳，大佬中暑都有份。永远都要保持开朗精神爽利，身心都要清洁健康，衣着要奇丽，不需要豪华美服，干干净净，遇到任何困难尽量去做，尽量去面对，尽量解决，万一尽晒力解决唔到，使死咩，都尽咗力啦，係咪？平时得闲多啲帮下人，喺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做到嘅咪帮下人囉，发多啲善心，做善事唔一定一定要有钱㗎，捐血都得啦，係咪？每个月多几日唔杀生食素，对身体又好，得闲搵啲朋友出嚟行街倾下偈，减下压，非常之好噶。咁另外咧，做多啲善事之外，仲要即刻得啦。唔好讲人哋坏话，尽量可以帮人哋讲啲好话嘅，尽量讲好话。口吐莲花，好多方面可以做嘅，系咪？好似同志軍一行一善咯，永遠都要。咁只要你永遠保持一個精神健康嘅面貌、心態，咁樣咧，永遠成日都喺度發展善心嘅話咧，咁所有嘅嘢咧都百邪不入噶啦，你就會好平平安安、好開心噶啦。頭先講咗好多單俾鬼氹嘅 case， 其實有阵时人比鬼仲可怕添啊！而家同大家讲一单俾人神棍氹呃而搞出好大电影案嘅德福花园事件。呢一件发生喺德福花园施助嘅事件，当年轰动香港一时。事件嘅经过就系，一个神棍李姓的风水大师欺骗了氹了五个师奶，最后搞出人命添。话说有班师奶太太团非常之
崇拜、仰慕、信任呢一個理性風水大師，而呢個理性風水大師氹到佢哋氹唔氹轉，嗱，幫佢哋開壇作法，解決曬佢哋一切嘅困難，好似趕走曬啲二奶啊之餘出嚟嘅事。咁呢一班信眾跟隨大師一段日子之後，就喺極度嘅信任，簡直係到咗入迷嘅地方啦，真係無藥可救啦。咁個理性大師覺得而家係時候收割啦，咁就同佢哋講：你哋所有嘅問題困難，我而家全部知道啦，終於揾到方法可以幫你哋全部解決曬，但係咧要做幾場大嘅法事儀式。你哋每人去準備20-30萬現金，就幾時幾日攞嚟呢度，我幫你開壇作法。千祈唔好失信啊，因為係擲定日子嘅。呢個世界真係，唉，無奇不有，100歲唔死都有新聞。巧唔怕舊，只要有人信得啦。呢一班純良嘅師奶聽曬啊李風水大師所講，啊將啲私房錢攞曬出嚟，每人攞啲20-30萬，咁啊照俾大師吩咐嗰日，就去咗佢屋企嗰度，等住開壇作法啦。呢、這個理性風水大師啊，其實邊度係想幫佢哋開壇作法啊？根本就冇料到，擺明就係謀財害命。佢一早就準備咗山埃，開咗符水嚟俾呢5位太太嚟飲啊！喺約好嘅日子啊，嗰5位師奶太太團就應約去咗李風水大師嘅屋企嗰度，咁佢每人攞住一大包現金，大約20-30萬、20-30萬一份，咁加埋都有成100幾十萬啦。咁喺嗰個年代，80年代100幾十萬都幾好使嘅。尤其是呢個理性風水大師諗住話坐喺度之後就翻返大陸深圳，咁嗰時候翻大陸用仲好添，係咪？咁當嗰班太太團全部到齊嘅時候，咁啊李風水大師當然擺到成個款，好似一個得道仙人坐喺個神壇面前。哇！如果你唔知嘅話，真係叫世外高人啊！唉，可憐呢幾位純良嘅太太師奶對呢個李大師真係心信不疑，見到佢咁嘅款，唉，個個都心服口服，都話：唉，我都話到李風水大師掂㗎啦。唉，今次好啦，好啦。咁呢個李風水大師，梗係唔係盞人的燈啦？咁佢見到5位師奶嚟咗啦，咁佢喺神壇度閉目養神打坐。咁嗰啲師奶同佢講話：，哎呀，李大師啊，我將你所要求嘅嘢帶曬嚟啦，我呢度有成30萬喺度啊，佢哋每人都打20-30萬嚟噶啦。李大師聽落之後，一啲動靜都冇，擘大隻一睇，啲錢喺曬度，咁就今次同佢哋講啦，你哋放心啦。我一早咧就求咗張神符，整啲神符藥水俾你哋食飲，你飲咗之後咧就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噶啦。跟住咧，我會幫你開壇作法。阿李大師見到咁多現款喺度，啊，內心開心到不得了，即刻就同佢哋講：你哋而家喺我
呢度準備好咗嘅神紙上面寫低曬你哋心目中嘅困難、嘅不滿、唔開心、好怨恨嘅事情，通通寫喺度。你寫出嚟之後，我會幫你開壇作法，禀告神明，到時就會幫你解決你嘅問題噶啦。唉，真係陰公，講你都唔信啊！有啲師奶就將佢心中嘅怨恨寫曬落嚟，就話自己老公唉幾咁冇良心，走咗去深圳包二奶，仔女都唔理，個家都唔顧啊！成年都冇掂過佢啦，唉，好陰公，好陰公，守三寡，唉，寫曬佢啲字字血淚、字字心聲都寫曬出嚟。阿李風水大師睇咗之後，過目之後，覺得非常之好。你唔使怕，你係原配夫人、正印夫人，呢啲咁嘅二奶、三奶根本就唔應該出現嘅，因為你老公變鬼咪，唔使驚。你今日帶咗現金嚟，我要幫你開壇作法，包你搞掂。呢位師奶話：哎呀，多謝多謝啊，多謝李師傅，多謝李師傅。跟住其他嗰幾位師奶照足李大師所講，寫曬佢哋嗰啲唔開心嘅事情、怨恨嘅事情、心灰意冷嘅事情。唉，講真話，有咩真係不外乎愛情、金錢、長命。來來去都是貪這些，唉，咁其中一個女人又係梗係一定是求財啦，話寫低曬嗰啲，梗係會話，譬如話我想發財啊，點解買邊只股人哋買就升，我一買就跌跌跌跌到趴曬喺度，唉，嗰啲咪李大師就話啦，唉，其實你係富貴命嚟噶，不過咧。有五鬼擋財擋住佢路，誒講真話，邊度我五鬼運財就聽過，邊度有五鬼擋財啊？唉，不過呃得你哋啲人咧，就乜都講道理，乜佢乜嘢都係講得掂。唉，即係好似話齋，你識乜嘢啊？乜鬼都有啊！唉，睇住幾班可憐善良嘅女人就咁俾佢呃咗啦。寫曬之後，大師就叫佢哋。飲嗰啲符水，飲完之後，佢哋幾個就此歸西啦。依一個李大師根本就係謀財害命，佢諗住做一個好似佢哋厭世自己飲砒霜自殺嘅 case 出嚟，因為佢個個寫曬佢自己生活中好唔開心、好唔愉快嘅事情，咁佢諗住咧，到時。就算被人發現了，都是當他們自己自殺啫，與他無關。咁當然啦，發生咁嘅命案，好快警方就到場去調查。咁發現咗有咁多封嘅遺書，咁但係你估啲警察問嘅咩嚟？警察嚟嘅，見到又有你嘅李大師嘅手指無印，而呢幾位。師奶拿出來的那幾十萬每人全部不翼而飛，那就事有蹊蹺啦，還有那些神符水又有砒霜在裡面，那警方就打電話給李大師，就說要他出來警局喝奶茶順便錄下口供，那李大師一聽說好好好好好，聽完之後即刻阿海賽跑著草回入深圳啦。咁我哋好多聽眾都係好斯文嘅文化階級嘅人，咁佢哋唔知咩叫做頭先我所講嘅話阿海賽跑。其實咧係我細個嗰陣時候朋友教我講嘅一句粗言穢語爛口嘅成語嚟㗎。咁咩叫阿海賽跑呢？你就自己想想，一二三揭开谜底了，不过实在太过污浊，我不可以讲，只可以讲三个字，阿婆赛跑，即是
佬咩都走。咁你大師聽到話警察請佢飲奶茶，要佢落口供，自己做一虧心事，梗係阿婆賽跑啦，佬咩都走啦。咁呢個案件嘅結局，大家都知道咧，當年上咗太大嘅新聞。咁樣咧，但係呢個係談鬼說鬼話鬼嘅，我哋唔係講命案。但點解會講單 case 咧？原來喺佢哋死咗之後咧，發生靈異事件。跟住靈異事件發生嘅經過就係、是，話說有一位做裝電工嘅技術人員，咁佢一日食完晏飯，咁就翻去個單位嗰度重新裝嗰啲電錶啊、拉電線，咁咧就企喺嗰個樓梯上邊，即係嗰啲電樓梯上邊個牀上邊嗰度整電線啦。整整之下，咦？點解個樓梯嗰、那個即係、就是、個梯啊唔喐嘅？我就即刻望落去啦！哇，見到個師奶喺度猛喺度下邊搖佢嗰張梯，哇嚇到佢啊！佢因為咁驚咧，因為食完飯翻嚟呢個單位得佢一個人喺度啫嘛，同埋喺嗰個梯啱啱就阻住咗門口，然後喺個牆下邊整嘢。任何人出入都要經過條梯噶嘛，但根本佢做嘢嗰時冇人喺入邊噶，又冇人入嚟，咁啊即刻覺得唔妥啦，嗱抌低曬啲工具，就 call 佢嗰個工頭，同佢講叫過嚟睇睇咯。咁呢單 case 咧，佢本人都親自打個電話上去一個非常受歡迎嘅靈異節目嗰度講過噶啦。咁相信好多人會話：，佢係咪食飯嗰時飲過酒，飲大咗，醉酒眼花睇錯啊，頭暈眼花？不過我相信呢一個技術大師所講嘅嘢，因為大家話有冇可能啊？三點幾見鬼？我同大家講咧，我一生人唯一一次。真正見到一隻有形有體的鬼，就是在晏晝三點幾到四點鐘的時間。我將來慢慢先跟大家講，所以我是很相信這個電工的技術師傅所講的說話的。唉，總之好像我常常講啦，兇宅啊，俾我都不住的佬。唉，一般嚟講，兇宅咧，譬如有啲人喺嗰度死亡，譬如生病過一生咧，都未必叫做兇宅。真正嘅鬧鬼咧，就係呢啲冤死嘅冤魂，佢哋好猛噶。跟住仲有一個更靈異嘅傳說，就係話七十年代嗰陣時候，佢哋起呢個德福花園嘅時候，咁多地盤咧，有一日有班嗰啲地盤工友咁啊食完飯翻嚟，咁啊開工，咁啊坐過嗰啲吊梯咧，係有六個人，一路咁吊上樓度，諗住開工，點不知去到一半，嗰個電梯突然一斷咗啦，砰一聲跌咗地下，六個人入邊死咗五個。咁有啲人就話，一定係呢五個鬼魂嚟揾替身。所以就會發生呢個德福花園五屍命案，咁信唔信就由大家啦嚇。講到呢度咧，時間就夠啦。咁咧同大家講聲再見，多謝大家收睇《談鬼說鬼話鬼》。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財源廣進。下次見啦，拜拜。